师，我们菜其实不够多哎。如果大师傅要回来，我们就有点菜不够。啊，不会，还好。不会啦，我们还没去采那个芥蓝呢。好，明天。芥蓝三千。明天一个，待会去，明天早上去采，芥蓝或三千，然后一个花椰菜，没有，芥蓝三千，然后那个什么瓜，什么瓜瓜，对对，那什么，佛手瓜，芥蓝三千，佛手瓜，不，芥蓝，佛手瓜，还是三千。你们看到太阳了。嗯、大师傅的豆腐，我用那个一点点酱油去给它卤一卤好。明天还对我们有五块、啊。嗯，卤一卤。那用卤的那个，其实他不吃啊，所以我们那五块全部给他卤掉。没关系，他留一块给他，他自己。